我们来看一看啊，这个小姐姐纸箱子里面带的，这是啥？睡着了，我的天哪！这什么狗这是啊？哎呦我去啊！这是啥？他有点不高兴嘞，还挺有性子呢。这什么狗？麻犬。麻犬？这个狗是麻犬？我得来审量一下，我得来审计审计。这个麻犬你能抱抱吗？你能抱起来我看吗？怕它咬我。这个麻犬怎么长得土里土气的呀？你看看，啊，这嘴型耳位也不像麻犬呀，这有点像小土狗的感觉。这多大了？这狗？不到俩月。不到俩月，那是多少天啊？一天也是不到俩月，五十多天。这狗不是纯种的吧？多少钱？这狗？这狗还纯种？哎呦我去，多少钱？四百块钱的麻犬有，但你这个品相呢？说真心话，你看它哪里像麻犬？耳朵愣大，嘴还粗，体型也不行，要动力没动力，要活力没活力，刚刚就是有点胆小，还吓我一激灵。别四百，你便宜点，我听一句多少钱？要几个？要一个。那一个不能再便宜了。一分不便宜，我要俩。三百八，让个零头，两个给你80块钱，你看能不能卖？20块钱，两个给你80，行不行？这叫小土狗，什么麻犬？这小土狗。